兄弟提了一个23款特别版的优惠哈，这个现在就这一个车了。兄弟，给我说说为啥选这个车？选这个车肯定没有错，我觉得这个相比于其他的这个它的模仿者来说，啊，肯定不会出错。啊，其实各有利弊吧，反正这两个本田、铃木、雅马哈、豪爵，你。这些吧相对来说都是靠谱一些的，并且在二手车的这个保值率上也要更靠谱一些。你为啥选这个特别版不选二款了？买新不买旧嘛，这老话说的肯定没错啊。对对对对对。好的，进去选牌吧，看你能选个啥样的牌。好了，兄弟，我看你抽的啥号码？D6F51。还行，可以啊，可以可以。现在给你装上那个风挡，一会儿手机支架给你，这好，这5匹的，这我橱窗里卖那个170多的那个。买车确实要买新不买旧，本来我今天想把我的那台22款的优惠升级个23款的大灯来，但是拆开之后发现里边还有不同的劲儿，所以22款想升级23款啊，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。